观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记者大爆料。哇，这个礼拜啊，真的是太精彩了。娱乐有哪一些大头条呢？包括了《后宫甄嬛传》真实上演在这新闻的主播台上面。其实我以前呢也待过电视台，然后呢也有认识很多有名的主播，也听过很多关于主播后宫宫斗的一些小八卦。但是呢就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想要当记者这个行业，很容易呢就会先把当主播当作是他第一个选项。包括我之前也认识很多朋友，他们都觉得说，哦，我当记者啊，其实最终的目标是当主播，所以也让这个光环的头衔呢好像变得特别的令人憧憬吧，然后也让人家感觉很神秘，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说，哦，你怎么样当主播的啊？那你当上主播以后，到底是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啦？然后是不是每天都很累啊？那有没有就是跟同事之间怎么样相处？会不会有争时段这件事情，或者是主播这生死斗呢？好，我先来聊聊。其实就我所知，想要当上主播呢，有几个条件跟几条路。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在当记者的时候，采访啊都很厉害，然后也有很多独家，然后也可以深度的报道，然后公司也觉得，哎，你不错，形象也很好，曝光度也很高，所以呢就觉得，啊，那不然你来试播看看好了。试播就是所谓的，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主播甄选啊，就会来找说，哦，那谁比较适合、比较上相，然后口条好的，那就可以来当主播。那毕竟就是你知道，有些主播他可能会离职啦，那就会需要一些新的后辈，然后来递补，这时候就是会开出这个缺额。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空降部队。就我所知，我知道的空降部队还真有那么几位。所谓空降部队，你就可能是，他家里面有一些背景啊，或者是有认识一些电视台里面的人，然后可能有一些关系，他就可以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哦，他是来播的啦，他可能只是稍微练习一下跑跑新闻啦，然后他很快就会当主播了。也是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的主播，也是一个方法。那当然他也是要有一些条件啊，不可能说，哦，就是无端端就摆上去。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点像是暗黑的方法，像有一些可能，我觉得他是透过，比方说离职的时候，可能长官也很喜欢你，然后也没想说啊，你怎么会想要离职呢？这时候他就可能会开口说，我想要试播，我想要当主播，那我觉得我在这边就是做不了这件事情。那有的主管可能会觉得说，好，那不然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不然就推你看看，如果你可以当主播，那离职的条件也就不成立了嘛，那你就可以留下来了。有的人呢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坐上主播台。那坐上主播台以后呢，又要争什么？好不容易你知道挤进了这个有点像是那种算是比较有位分的这个各工小组了，那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有当上主播了，也有播的时段啦，但是你知道一开始新的主播啊，都是要从那种早上06:00啊，早上六点就要播，所以等于是你3-4点就要起床，然后弄好妆法，然后要读好这个早上有什么新的新闻就要播报，那这个也是蛮累的嘛。大家都想争什么？争中午12:00的时段跟晚上18:19这个黄金的时段，再不然就是晚上23:00、24:00这种重点的新闻时段啊。可是这个一个时段每一天就只有那么一个小时，那该谁来播呢？最近这个主播宫斗，其实我觉得过去来也有一些状况，就是很多主播会为了争时段，好像会有一些小心机。但这个心机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职场嘛，难免就是会有一些人手段过于激烈。那有哪一些是比较平和的手段？就我听过，比如说哈，在办公桌上面，有的人会摆放一些盐灯，可能让自己磁场比较好啦，然后可能就让观众看起来也比较清新的感觉。另外呢，还有几个方法，就像是说，有人会说，哎，椅子要有背，因为大家的办公桌后面都是走道嘛，那椅子要有背，要有靠背才有靠山，这样子还不够，你要披一件外套在这个椅背上面。这些方法也都是一些就是我从主播的耳中听到的。还有呢，有的主播会摆满整桌的植物，然后满满的正能量，对不对？然后他还一定会摆一盆叫做万年青，因为万年青是会一直往上涨，不管任何环
境，在办公室里面它一样可以长得很好。所以呢，万年青也代表步步高升，有的主播桌上一定会摆一盆。但是呢，如果只有他摆这一盆，好像也太突兀，他意图很明显。No， 你错了，真的就会有人不顾众人的眼光，要摆一盆在那边，就是告诉你说，老娘今天就是没有在跟你交朋友，就是要步步高升，要抢你的时段。然后呢，当主播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甚至是一个公众人物啦，所以他们什么很重要，桃花很重要。主播会做什么呢？真的有人会去问老师，那也有老师告诉他说，你要摆12支粉色的玫瑰花在桌上，然后呢，你要摆在哪？摆在你办公桌的右手边。根据了解，是真的有主播这样子做，但实际效益如何呢？至少那个主播还在线上。还有呢，有的主播真的会摆魔法阵，他会摆一些就是也不知道哪里弄来的魔法阵，但是就是比方说像。大家很基本知道，就有一些水晶魔法阵啊，或者是有一些涂的魔法阵，甚至符咒，就是我都有听过。但是我觉得这办公桌上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嘛。但是如果你已经闹到就是好像要去弄别人的这个办公桌上面的东西，或者是平常你去别人桌上要拿一支笔，你都要跟这个人讲吧。更何况是你要去动他桌上的摆设。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太超过了？好，那我另外要再爆料一下，就是其实这也是我近期里面听到，我觉得也是蛮夸张的。就是我有一个主播的朋友，然后就透露说，之前有听说真的有主播，然后呢莫名其妙就一直觉得好臭好臭好臭，位置四周都一直有臭味，但是就是你也没有就是藏什么过期的便当，因为有时候工作很忙，可能桌上很多资料或什么的，但你也没有。塞便当或者是什么东西臭，那个臭也不是说那种食物酸臭的味道，是恶臭。后来有一天，他在那个办公桌，在他办公桌下面不是有一个大的小抽屉，有点像可以放键盘那个抽屉嘛？他在那个抽屉里面发现了非常恶臭的黄色不明液体，而且是臭到他立刻就想吐，但是他也找不到是谁。不过呢，目前我知道的是他已经调阅监视器，要找出这个人是谁。今天呢，有一则新闻报道，就是说，有一个资深主播偷藏后辈主播的化妆箱。我们来看看这个主播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吧。斗心机、排挤、抹黑是家常便饭。就是我以前在某台。还是当记者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呢，那位女主播她现在已经没有在播，可是她当年非常非常的走红，是仙女级的女生这样子。那因为她是千金小姐，所以呢，她那时候一到公司来报道的时候，本台的老板就来到她的座位旁边，说：“你加油啊，加油啊啊！但大家好好照顾她。”这下不得了，是是是。没有后台的人看了怎么会是滋味？对呀，凭什么？但这个不过分啊。可是还要摸摸他。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他是来抢主播的位置，那主播的位置就只有那几个。对，你占掉了我们的位置，那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办？各凭实力咯。没有这回事，各凭后台。于是乎，他在当主播之前的时候就还蛮可怜的，一直都被。办公室的其他女主播排挤，但是不敢明着排挤，因为她后台又很夹。没有，大家照来耶。比如说，她动作很慢，因为我们新闻就是即时，速度要快，一定要快很准，对，一定要 on time。可是她都常常会动作有一点点慢，因为新人嘛，这也无可厚非。她旁边就会有人默默飘过去说。做这么慢还敢来上班哦？是有这种之类嘴脸吗？会很可怕，然后不然就是会呼朋引伴的说，你看他那鼻子是假，他胸部是假的。还有听说我发生会偷拿高跟鞋，偷拿人家配备，让他没有办法准时 on time。有这种事情啊？这是在一个前辈身上发生的。当时呢，有一个甜美的气象女主播，好，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姐姐。那她要上。去播之前，那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自己会准备自己的化妆箱，然后去化妆间给书画帮你画。是是是。所以呢，他要上台，他要上去 on 之前，他那个时候是 live 的，还不是预录，所以他就要找他化妆箱，他的位置找很久哦，都找不到。后来他都快哭了，已经要 on time 了，就是要上去 还没化妆，完蛋，都还找不到。后来只好急急忙忙进去，赶快随便
补了，然后就播了，好，播掉了就也就没有开天窗，也还好。消失的化妆箱，事后大家就在想，为什么你的化妆箱会莫名其妙不见？对啊，对。结果你知道办公室都有监视器 ，Oh my goodness， 来看啊，就去调监视器出来看，就发现是另外一个更资深的姐姐把她的化妆箱藏起来，这个事情就变康了嘛，对，事后查出来的时候就变康，还有证据，那但是这时候又牵扯到一件事，就是你跟上面长官关系好不好？资深姐姐关系很好，所以她没有被太大惩处。但是之前的那个，她反而有遭到惩处，就是关她什么事？就是譬如说，被害人常人的那一个，她可能只是一个警告。可是被害的那个，我记得她好像是小郭，因为她 delay 到 on time 的时间，因为大家有等她，就是大家会说好，你快点，你快点。难道都不考虑前因后果了吗？对呀，那她偷藏人家东西，而且这个是。又被这个摄影机整个拍下来，证据确凿，证据抓奸在床了吗？对啊，而且他没有被禁锅，他是照播。有人会穿那个短裙啊，露腿啊，恐怖情况就来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主播资历有深有浅嘛。那姐姐们呢，就是进去我们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梳化室，服装衣服呢是一件一件挂着嘛，所以姐姐一走进去的时候呢，我听说就是会这样子瞄一眼。然后再瞄过去，然后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一件衣服比较好看？是配给妹妹呢？哦，他就会自明说，我想我穿这一件会比较好，就直接拿走，拿走就拿走了。对对对，那个妹妹穿不下吗？不会哦，不会，但大家会觉得穿得下。那化妆师的那个把心嘛就给妹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职场是不是如战场？有人说啊，之前看《后宫甄嬛传》就可以学怎么样在职场生活下来，我想最近那个《甄嬛传》的那个点阅率应该又会大大提升，赶快去学几招吧，因为甄嬛真的很厉害，她不止呢会在这个主管面前装可怜、装笨啊，然后呢也会暗地里偷偷的这个开她的竞争对手好几枪，甚至呢直接从背后插几刀，还没有人知道是她干的。我觉得在职场上难免会遇到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人，但我自己是属于那种就是顺其自然啦，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我都是以和为贵的那一种。但是你知道难免就是会遇到这种，所以大家也可能就是只能自求多福啦，就是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罩子放亮一点点，才不会这样随便的莫名其妙的就死在战场上面，对不对？好的，另外呢，我要来聊一下，就是主播不只是就是大家知道说哦，自己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些主播会有竞争的心态，还有一些些粉丝呢非常的可怕。今天我也要来给你们满满的爆料，就是关于我知道的主播收到的可怕礼物。首先呢，一开始有些主播可能会收到一些啊，感觉还蛮 peace 的，然后饼干糖果啦，或者是一些很和善的礼物，这些都还好。但是有的主播呢，会收到一些比较有性暗示的，比方说原味内裤、内衣这种很恶心的，会让主播有点吓一跳的。还有呢，我听过有主播收过特殊议题，好，这个也还好。还有呢，一种我真的是觉得我收到会觉得说，嘎，你们是太可怕了吧？有主播收过什么？收过死鱼，还有死老鼠。我觉得做这种事情真的就有点太 over， 太过分了。但是有的主播就是，你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些粉丝存什么心态，你为什么要寄这种东西给主播？还有就是，有比较愉快的，就是有的主播他们会收到丝袜，那有一个专门就是收集有红跟又正的主播，所以这个粉丝意外的也在这个主播圈里面呢红了起来。就比方说主播 A 跟主播 B 会讲说，哎，我最近收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粉丝送我丝袜，然后说想要看我穿着播报什么，然后主播 A 呢就会说，对，我也收过这个粉丝什么什么的。后来呢，他们问了很多就是可能线上都蛮有名的主播，他们都有收到过，但是呢有的主播呢却没有收到这个丝袜。直到有一天呢，是这个没有收到丝袜的人来跟他们讲说，哎，我收到这个丝袜了。他们竟然就说，哎，恭喜你加入我们这个算是被这个粉丝关注到，也是算有一点点就是人气的主播行列。好 ，whatever 呢，其实主播们都知道这个粉丝到底有没有问题，从哪里送来的礼物，他们是绝对不会猜的。所以拜托各位黑粉们，
就是哎，不要来找我，就是不用做这种事情啊，因为他们其实基本上都知道你在干嘛，也知道你是谁，只是他们暂时隐忍。但我相信呢，如果你真的做得太过分，他们一定会应该会报警啊。对啊，尤其是最近哎，有些粉丝还会跟踪主播，我真的觉得很可怕。但是六月开始跟骚法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些恐怖粉丝麻烦你们，请你离远一点好吗？OK， 好，讲到呢，这个礼物，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刚刚虽然说有一些恐怖粉，那我自己，因为我以前有播过气象，我当过气象主播，可能从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忠心的铁粉，然后跟我到现在，有一个粉丝将近快要十年，就是逢年过节都会手写卡片给我，然后他也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啊送礼物，然后我觉得有些礼物真的不是很贵重，但他非常的用心，像是有一年。好像我生日的时候吧，他就送了我，就是有点像那种福袋吧，就是八个礼物，有送很多礼物，但印象让我最深刻的是，因为他想要让我有那种就是回忆的感觉，所以他其中有一个礼物还竟然是我以前念的大学的校旗，我觉得这是一种用心，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送这种礼物，怎么会想到送这些？但我觉得他就给我很多惊喜，像有一年生日的时候，他也送了两个大蛋糕到公司来。然后我就分给同事吃，就觉得他其实也希望让我这个生日的喜悦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就是同样沾沾喜气之类的吧。但是他从开始送我礼物到现在，我们一直到很后期才有就是碰过一次面，但是他中间绝对不露脸，也不告诉我是谁，他寄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地址。我觉得有时候粉丝跟你崇拜的人保持一个美好的距离，我觉得也是。就是感觉起来是蛮不错的，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在你可能工作比较低潮的时候，给到一个满满的鼓励。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如果你有在看这个直播，我很谢谢你。就是我在很多的时候，你给我很大的支持就对了。整个演艺圈啦，就是有很多人，很多艺人都陆陆续续宣布了这个结婚的喜讯，但也有很多人宣布什么确诊的消息，像之前 Sandy 吴珊如也宣布他确诊了。然后呢，她跟她的老公就因为确诊，所以只能分开啦，那就有点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像奶哥跟他的老婆，竟然受访的时候还讲说，两个人竟然就是越隔离感情越来越不好。奶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你跟老公是恋爱的主角。好了，我帮你问了，厨房还是浴室？我喜欢阳台。吴珊如填补老公隔离小情趣，偶像剧情节炎亚纶金韩好浪漫。你不要做一些奇怪动作，让他们可以做 GIF 好吗？他可以重播800多遍。我们今天的亮点就在炎亚纶身上。恭喜炎亚纶。24号，炎亚纶、唐国师、吴珊如出席记者会，这笑点全被炎P一肩扛起了。谁？这个有新闻吗？哇，好明显的没关系呢。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不管他二审什么时候出来，我隔离才刚出来。哇，二审是在南投的。对，我本人现在见你，然后可爱的笑话，那么啾咪也要讲。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啊？哦，没有，因为对我不借钱的话，就变成超时底薪。其实那天他确诊的时候，我本来要录，然后那天还母亲节，对，我整个人一个头两个大，一个头两个大的时候可以唱了三下。我会祝福你在外的世界。我在这边再重申，我们得金钟奖是完全是靠唐老师和我的一点努力，炎亚纶就真的就是脸担当，没有其他功能。不好意思。对了，吴珊如确诊康复出关第三天，跟老公的隔离小情趣超甜蜜哦。因为喉咙非常痛，然后电话挂掉之后呢，就听到他敲墙壁，他就这样敲敲敲，好像是，天哪，好浪漫。他敲敲敲，然后就说那晚安什么这样，然后我就好，再敲回去晚安。还没有干嘛？干嘛？他在公司干嘛？没有哎。我好像还没出关啊！出关后跟老公也干嘛？没有，特别干。要干的也是正经事。好好可以跟老公做做爱的主角。好了，我帮你问了，出关还是浴室？
什么？我喜欢阳台。哦，看看窗景，这样子。阳光吗？啊？阳台不？你在阳台干嘛？我们就是正常的种浇花。浇花。你想到哪里去了？最多两台。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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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都是很传统，包括我女儿啊。包括我啊，徐信雅会不会知道？徐乃麟与老婆隔离，感情越来越不好，愿儿子520求婚能踏到最后一刻。恭喜一下新娘。谢谢。求婚不代表会结婚。要答应吧？不代表会这么快。是。乃哥的儿子徐新阳挑在520这个浪漫的日子，掏出1.5克拉钻戒，跟交往7年的俄罗斯女友苏瓦求婚成功，恭喜恭喜呢！没有哎，完全没跟我讲。他当天下午要去之前才跟我们讲，我说你这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可以匆匆帮忙啊，对不对？我就当个假 waiter 也可以啊。他到时候都他们朋友啊，那你结婚那天当然要邀请我，毕竟我还是他爸爸。今年应该不会了，因为今年疫情其实来讲还混沌不清嘛，多一些准备的时间嘛。那快的话是明年了，因为我小儿子年底他也博士班毕业，哇，到时候可能要回来的时间也比较方便。最多两台。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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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都是很传统的，哇，你看包括我女儿啊，包括我啊，徐信雅会不会知道？徐信雅会不会知道？好的不得了，声音都洪亮，声音超洪亮。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当时就是喉咙痛，有一点点干咳，啊，有点鼻塞。然后呢，我第四天我就验阴了，所以我想三阴阳都有了。哎呀，鼻子好了，我哟，我真的异于常人了。就是感情越来越好。平常话还蛮多的，一起隔离啊，反而话少。没话讲。那我们今年结婚到6月，是33年了。哇，真的不容易了，啊，还能够维持住就很庆幸了，好不好？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乃哥真的很可爱，因为他有时候讲出一些，我真的觉得他好有梗哦，怎么会那么厉害啊？都会可以想到一些，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么动真情，但是又很幽默的一些就是谈话，对啊。然后讲到夫妻，最近还是一定要提到大 S 啊，大 S 跟具俊晔这夫妻啊，真的是哇，我觉得太多太多的那种。就是资讯不断的在冲击大家，像是呢，他闪婚以后，现在最新烧到哪呢？烧到徐妈妈，徐妈妈去接受了王伟忠的节目，没想到竟然聊到哭了，就是为了大 S。然后呢，之前有传出说，徐妈妈好像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开心大 S 就是又突然结婚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徐妈妈在节目上面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笑的事情，她说她之前跟汪小菲也是登记以后才告诉我，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他就是觉得大 S 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已经惊讶到无言无话可讲，只能说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每个妈妈都因为担心自己的儿子啊、女儿啊，就是过得好不好啦，然后另外一半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啦。然后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然后妈妈一定会身家调查，做什么啦、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所以我觉得大 S 就是真的是很穷，就是他觉得就是许妈妈有讲，她就说，反正我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老娘一定可以，就是可以处理的这样子，所以她就变成是比较有点像是行动派的，就是决定了就是会去做啊，那就有好有坏了，只是说妈妈会担心，但是我觉得大 S 其实也是就是敢爱敢恨，我觉得也很多人会欣赏这一点嘛，毕竟有时候结婚就是要有一点点冲动，不然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对不对？有的人拖了10年也不结婚，然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也是蛮可惜的，对不对？现在如果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标记他哈，标记他说可以差不多求婚了吧，疫情也差不多要过咯。听说这个徐妈妈也是还有这个前女婿汪小菲联络，汪小菲最近呢传出了一个绯闻，他跟这个一位叫做张颖颖。
传出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在交往，可是双方都已经否认过了，也是说没有，不过却又有网友一直要来抓漏他们，抓漏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在交往，一直想要抓包。这个时候呢，汪小菲的妈妈，也就是如果大家想嫁给汪小菲的话呢，准婆婆来了，准婆婆讲了，准婆婆直接表态了，就说这个呢，张莹莹想要进我们家的门啊，连这个窗户的门缝都没有办法。虚人最近怎么样？状况我也好久没看他。但最近好多。哭了，没关系。他最近在谈恋爱。大 S 二度闪婚，惊讶到无言。S 妈仍和汪小菲有联络，还是很爱他。库龙，你跟他有相处过了吗？对不对？有，他 OK 吗？他个性比较平和。我都不叫他哭了，我们现在已经直接叫他那个阿德儿。什么阿什么？阿德儿。啊，对。儿子。S 妈终于气消，还用韩文叫具俊晔儿子呢。23号，他在王伟中直播聊到大 S 的近况，眼泪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你也发觉他现在好像春风又满面，又快乐了起来。是啊，我希望他开心。嗯。他最近好多。哭了，没关系。他最近在谈恋爱。昨天那个欧巴去纽约，他做完活动会先回去。回去韩国看看他的母亲、okay. 要不然他母亲想说一个儿子怎么就被拐走了。他这个说他就再婚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应该会觉得很 shock 对不对？他做任何事情我已经惊讶到无言，没有话讲。其实啊，他跟小飞要结婚，我也是他登记了我才知道的。那你嫁给谁呀、啊、我都不知道他嫁的是谁。反正他觉得出了事儿老娘会来收拾。他什么事都是反正爱就爱啊，然后就去交往啊，然后结婚就说妈陪我到北京住吧，你结婚干我什么事儿？把你安排好了。对吧，安排好了，他顺便要把他公公介绍给我。这样我就也有婚姻待得久一点。屈原这个婚姻这十年来很多事情你还是一直劝他们啊，文化不一样啊，生活不一样，要忍耐啊。然后小飞也是一个大孩子，而且他就是被宠得很爷们的那个独子。我不喜欢看孩子吵架，他如果稍微柔一点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冲突。长得又高又帅，我说我年轻我还舍不得呢，我都希望他们幸福。就不管怎么样，小飞我也是很爱他的。小飞还跟你会通信吧？有时候他会问候我，然后我女儿会说妈你怎么样跟他讲话，我说他不是你老公，可是他也是我半个儿子 啊，对，你是你的事，我是我的事啊。我现在倒是很想鼓励他赶快找一个贤妻，要不然到你就会知道那个孤独感呐、啊。猜到了，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家啊？这不都是 P 图吗？这不是造谣吗？男孩子，我想问问男孩子，你老婆给你戴绿帽，你应该怎么办？张莹莹戴钻戒被扶正找汪嫂，张兰瞎扯给戴绿帽怎么办？您如何黑都没事儿啊，都没事儿。漂亮的话啊，咱不说，漂亮的事儿咱得干，知道吗？好嘞，既然汪小菲他妈都这样子说了，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大 S 前夫最近干的大事。今天去健了个身。好，锻炼锻炼。去年底离婚的汪小菲光速爆出有了新欢张莹莹，双方啊虽然在3月大动作澄清，还是频频被抓包有超友谊的关系，连妈妈都拍过亲密合照，把他张兰直播却直接点名张莹莹想进汪家门儿都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能承认，门儿都没有，门儿没有，窗户门连个门缝都没有，知道吗？这兰姐表态了，知道吗？受不了的网友乱入直播替张莹莹求上位，女方连续4天进出汪小菲家，出门一起做 PCR 筛检的画面更被疯猜一同居哦。猜到了，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家啊？啊，这不都是 P 图吗？这不是造谣吗？哪个记者他报一下尊姓大名？现在是犯法的，这不是都是作假吗？别在这说这些没用的，你知道什么呀？啊，你知道什么呀，宝贝儿？你知道婚前你老公给你戴绿帽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婚前老公给你婚中啊，你知道你在婚姻中你老公给你戴绿帽吗？男孩子，我想问问男孩子，
你老婆给你戴绿帽，你应该怎么办啊？键盘侠，如果你不敢怼他吧，就说明你心中有愧，明白吗，宝贝儿？巴特王小飞没听妈妈的话，21号晒出的野餐照也和张颖颖4号发文有多处的雷同，像极了一起出游，大家来找茬，自大都。是命运的捉弄，亦或是冥冥之中有无形力量的安排，老天有眼呐！看到黑影就开枪是小菜一碟，金光闪闪的是张颖颖无名指上的钻戒，被吃瓜群众猜测是汪小菲送的吗？还有网友直接喊汪嫂哦。有趣的是嘞，汪小菲在话题火起来之后马上删文，又使用微博的反悔功能救回，重新公开。啊，2分钟过去了，张颖颖也火速抵达战场，表示留言听听就好了。偏偏呢，po文还跟杨幂2015年的内容以谋应用，根本是。真所陪伴，心虚你才忍呢，是吧？你如果心虚了，你做了亏心事了，你就可以忍，宝贝儿啊。有话直说，说到做到，这就是我的人道。张兰直接在儿子留言区消毒 P 图的啦，无聊无事生非啊。这头的张莹莹也不忍了，哪句是撇清？你们知道内幕吗？就一味的骂女生，好男不和你斗啊。嗯，被女人欺负了，那是咱们的福气。哇。我觉得张兰真的是，就只能给一个赞。好 ，OK， 这个白云跟杨秀慧，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蛮适合的，因为感觉白云哥的脾气蛮温和，秀慧姐又敢爱敢恨，很冲这样子，互补吧，对不对？宪哥都出来讲话了，宪哥都祝福他们，如果他们结婚要包120万呢，哦。虽然对白云哥跟秀慧姐可能不是那么大一笔数字了，但是说不定你们可以，要不要趁机赚一笔？试试看好不好，这红包还蛮大的，但是如果真的可以两个人相爱，我也是很祝福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结婚的话，我是160万的。白云杨秀慧攒下勾手被直击，宪哥共结婚含包120万。哎呦，竟然是真的啦！在其神仙眷侣，他们一笑好抓啦，抓到喽！日前开玩笑认爱的白云 and 杨秀慧，不到24小时就宣告分手。25号他们录制同一场节目，又被宪哥审住工，廖化要是结婚就包120万哦。宪哥包给我的红包比我公公包的还多，大概这样子哦。天啊！哦呦，这让秀慧姐心痒痒，赶紧po文请示军师，你们说我要拼一把吗？然后嘞，大家直接在留言区撮合，结了啦结，世纪婚礼办起来就可以退休了，可以啦，隔天再离婚嘛。啊，不晓得当晚在伞下两位考虑的怎么样嘞？顺顺利利的走下去，好吧？谢谢他们，谢谢。白云哥也不会再结婚的啦，不打了不。真的？嗯。不一定的，我如果找到结婚，那就说好了。因为我钱比他多了。秀姐，你现在找的男人要真的要小心，是不是只贪你的钱？其实你坐话，我使使弄我你，你考虑看看，你哪有你过来考虑？白云要跟他结婚，我都不爱啊！你看，你看你，我你讲啦，我拄啊已经答应许志豪求婚了啦。哪里啊？哇！直播拢讲啊，嘿，对啦，我系为着伊嘅钱啊，对啊，对嘛，敢冇在海边？我系讲，咱就开无遐济啦，你开无遐济？好，卖开玩笑哈，好啦，你看，要吹啥物弦呢？弦，你看通灵啊弦，哎呦！带我转身之后，你看，慢，一个你开下啦，哦。营养师啊，干你屁事啊！干你屁事啊！你看我这样有没有缺乏什么营养？没有，你唯一一个缺点啊，就是还在呼吸的。你也搞得温秋味时代的，你是难看到。哎呦，你穿不掉啊！那不讲啦，那不吹啦。昨天到第四个我，你为多你还给错嘛啦？我老是这样的啦。你这红的，哎，白姨，你嘛给错红的，你莫安尼讲啊。不是迄路边红啦，迄路边做低调的啦，我是去红的创啥啦？低调，低调过于海边。低调过到底吃饭配笑，靠吃饭袂使啊！你老师阿伯要吃饲料啊！今天有一个求婚戏码啦，真的，先布置一下，哎，等一下，哪一个厅？请请听我先布置一下，好不好？我叫我公司布置一下。地主清香桃花盖，九品莲华配得开，开花拜。
接下来是本周大头条，哎，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呢，娱乐真的是，哎，有喜事也有官司，这个官司非常的大啊，是什么呢？堪称世纪官司，也就是我们神鬼奇航的强尼戴普跟他的老婆安伯赫德两个人呢互告诽谤，哎，诽谤，互告诽谤，哎，我怎么讲到这一次口技 ，OK， 大家应该知道这对夫妻，其实他们真的蛮有名的。我来讲一下他们两个是怎么样相爱的。他们其实是因为拍摄这个拍摄最后《型男日记》两个人相恋，然后呢，哎，很快的，2013年平安夜就订婚，2015年完婚。从2015年完婚到现在，其实差不多7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的婚姻大概只维持了一年左右，因为在2016年的5月，这个安博就申请离婚，而且原因是什么？那时候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因为呢，他要申请保护令，然后呢，他说这个强大夫有家暴，而且呢，还有喝酒跟吸毒之后呢，会对他。就是有一些殴打、家暴的行为，那时候这个消息传出来，真的是震惊整个娱乐圈，还有媒体圈都想说，天啊，强尼戴普，而且那时候正红《神鬼奇航》，超好看、超红的，每一集这个票房都非常的好，这么有名的国际巨星，竟然在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形象传出来 ，OK。好，在2020年的时候呢，还指控这个强尼戴普在 Twitter 还有呢请愿网站发起了这个骚扰，就说呢是因为他，所以呢水行侠呢不找他来演了。哎，那真的是这样子吗？2022年，哎，他们即将这个要互告，有一个结果出来了，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竟然有点翻盘的感觉，原本大家都觉得是强尼戴普的问题。现在反而是好像觉得安博有一点点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时事？不一定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因为有的时候随着时间拉长了，这个事情大家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但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谁能知道？尤其是这个原本说这个家暴这件事情，但是强尼戴普的旧爱一个名模呢，又出来力挺强尼戴普，说他在之前从来没有对我做出。任何就是有点暴力的行为，另外还有就是他们开庭的时候，这安博竟然找了一个猪队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出现猪队友，胜算到底会不会增加还是减少呢？我们来看看一系列的相关报道吧。One of those promises we made was that you would come to understand who Ms. Heard is. That she is a deeply troubled person, violently afraid of abandonment, desperate for attention and approval. And in her relationship with Mr. Depp, she was violent, she was abusive, and she was cruel. Today, on May 27th, 2022, exactly 6 years later, we ask you to give Mr. Depp his life back.By telling the world that Mr. Depp is not the abuser Ms. Heard said he is, and hold Ms. Heard accountable for her lies. See here the first page of the verdict form relating to Mr. Depp's claim for defamation against Ms. Heard. There are 3 pages relating to Mr. Depp's claim, one for each of the 3 defamatory statements in the op-ed that form the basis of Mr. Depp's claim against Ms. Heard.See you yet. We will continue with closing arguments when we come back. So do not discuss the case with yourselves. Don't do any outside research. Okay? Thank you. To you, that Mr. Depp has carried his burden of proof in proving that he was never abusive to Amber on even one occasion. Think about the message that Mr. Depp and his attorneys are sending to Amber, and by extension, to every victim of domestic abuse everywhere.We ask you to please return your verdict for Mr. Depp. We ask you, we implore you to give him his name
his reputation, and his career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Yet we will continue the closing arguments. We'll come back, so do not discuss the case with yourselves. Don't do any outside research, okay? Thank you. Ms. Heard's dispute with Johnny Depp have in Warner Brothers delay picking up Ms. Heard's option for Aquaman 2? There was none from our end. It was the concerns that were brought up at the wrap of the first movie, production of the first movie, which is the issue of chemistry. Did the two have chemistry? I think editorially they were able to make that relationship work in the first movie. But there was a concern that it took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re, and would we be better off recasting, finding someone who had better, more natural chemistry with Jason Momoa and move forward? Other than the creative concerns and concerns about chemistry you testified about, was there any other reason Warner Brothers delayed in picking up Ms. Heard's option for Aquaman 2? No, it was all concerns about whether she was the right bit of casting for the movie. Can you give me anything more specific about what it was with Amber Heard and Jason Momoa that was difficult for the chemistry? No, because it's like what makes a movie star a movie star. Like you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and the chemistry wasn't there. I spoke to the three upper echelon Disney executives, Warner executives, Kevin Tsujihara, Sue Kroll, and Greg Silverstein. And I told them, I can only say that ultimately she did get the job in the film. Mr. Depp calls Kate Moss to the stand. She will be appearing on your screen. If you could raise your right hand. Do you swear affirm to tell the truth under penalty of law? I do. Thank you. What, if anything, happened when you were in Jamaica with Mr. Depp? We were leaving the room, and Johnny left the room before I did, and there had been a rainstorm, and as I left the room, I slid down the stairs, and I hurt my back, and I screamed because I was in, because I didn'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and I was in pain, and he came running back to help me, and carried me to my room, and got me medical attention. Did Mr. Depp push you in any way down the stairs? No. During the course of your relationship, did he ever push you down any stairs? No, he never pushed me, kicked me, or threw me down any stairs. Thank you, Ms. Moss. We have nothing further at this time. We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taking the time to testify. All right. Any cross-examination? No, Your Honor. All right. You're free to go. Thank you, Ms. Mos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是本周大明星，这个大明星呢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刚刚不是有讲到秀慧姐很会吵架，很会骂人吗？哦，超爱看这种啊，很会骂，然后可以真的从天骂到地的这种狠角色。尤其是大家还记得吗？李养平，我立你去死啦！李养平是谁？就是我们苗可丽可丽姐，可丽姐呢？
大家可以锁定我们三立的一家团圆八点档，因为呢他正式的回归八点档了，决定要加入我们一家团圆，而且呢哇他的招牌一样呢有先秀一下给大家看，他呢骂这个差你去死啊，应该要讲台语，哎给戏了，哎讲到这个可丽姐啊，大家不知道对他有没有印象，除了这个李雅萍之外呢，还有他之前跟这个干妈呢吵架，我真的是觉得哎也是很精彩的，他那个 Licky 戏啊跟那个干妈呢两个人，我觉得应该可以再翻回去看，每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拿着那个这个出来边看边配的。还有呢哎这可丽姐其实也是有演技的，不是只是会骂人，2013年她在韩笑食堂呢也夺下了金钟戏剧的女主角奖，所以呢可说是有实力又有话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苗可丽本周大明星。苗可丽回归八点档，不要骂 X 戏，真非驾到战桃花超霸气。你在这做啥？偷看呀！搁想要霸占也家财产，查某人所有见笑台拢互你一人包完啊！搁好意思徛在遮？徛在去死嘞！徛在去死嘞！徛在去死嘞！干嘛呢？台服吵架王上线啦！经典的公车评苗可丽热好车了，重磅回归三立八点档，一家团圆哦！我怕那个戏啦！你那个戏啦！预告里的机关枪嘴遁，把张琼姿饰演的恶婆婆云雀，还有江宏恩饰演的叶少峰压在地上打。其实阿杰的身份是曹家大家长来着，表面和善。霸气外露，集团的事都他说的算。老家跟我们家堂去决定干给事，老黑公哦，低廉低评不低薪啦，我靠你根本是太狼拍片拍情况，你更得笑，你现在碰到对面拍情动，你绝对有报应。我认识不了啊。哇。刚想要怎样？苗可丽这回的角色像极了武则天，企业啊虽然是由老公管理，实际上的掌权者却是她。为了曹家，她也不断考验两个儿子，期待其中一位能成为真正的曹家领导。否则，老公的头发转都转不断，女强人一出手便让每个小三都鞠鞠。只要我一个 move。多的场面就被我 hold 住。回味十一年，回归八点档，苗可丽这次不开公车，不走机关枪扫射路线，敲完的观众朋友，请先自行回味啦。你今天动作你管摄影菩萨，阿是达赖喇嘛，大家看到你都要过来给你磕头。我看你，你敢那是一个吃了米的老翻灯啊？你当作你讲的话是圣旨是军令？我跟你讲，卖搞来这套啦，慢慢你外面头你安坐坐，了你念的我听得足细的啊。到有烟。你真正是给你们百姓在乎呢？你这么真的摇摆下？你妈呢？你不好啊！不好，你就去听吗？你到底你话搞，我就看你话搞啦！安娜，不听吗 ？First blood。这看完你还讲的，这绝对真正不是人。我跟你讲，我相信啦。嘿哦，刚刚先就你这款情况来讲，是来教我话啦。老容易来啦！我今麦是真久无找人冤家相骂哦。你若是赔了钱哦，哎嘿啦，我当心酸你啦。我爱讲你，绝对叫你马上对面过来正起。Double kill。你哪都敢讲一句话来威胁我，我绝对给你扒皮！张安乐，我打你 ！Triple kill！ 你这个小三，你唔得爱有一个好的心肝。我这个心不这样尔水，妈，这个，哎呦，你拜托了，你做一寡好。妈，好，你该讲话才温柔，等你讲完就天光啊啦！妈，你边啊休息息。碰到对面老婆心里狂扑大声气，你还没洗钱就我那边等烫头了，你想要洗也不能够，赶快把你们给小孩砸破，我拿钱都几百了，你还没来，我不能动作喜欢跟你摇吧，就够了啦吧，洗没够了，你把今晚够了啦吧。Legendary。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周呢有两个影片，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趣，一个呢就是小猪罗志祥，哎，最近他这个人气哦不断翻涨的气势，这个哎这个天王的那个 Kusi 好像又回来一点点了，哎，那大家还记得吗？罗志祥之前有一个称号，就是被说是亚洲空干王，陈怡呢，哎，没想到讲这个讲说他是亚洲空干王之后还被告，但结果胜诉了，所以罗志祥告输了。等于是就被法院认证是这个亚洲空干王的这个，但是我觉得罗志祥他的 EQ 跟就是 EQ 非常的好，这次他回归了，他反而还在这个影片里面，就是他自己最新的影片里面做出那个空干的姿势，然后有网友就直接留言说，哎，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空，他也没讲出来，结果罗志祥哇真的是很厉害，展现他的天王的风范。
他就直接讲说，是男人就应该要多练。我真的觉得天王就是天王。还有不要忘记哦，七月的时候罗志祥要开演唱会了，其实也是蛮期待的，因为听说会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会重现。那时候在跨年的时候看到小猪，就是有很多像精武门啊这种一系列的唱跳的歌曲出来，我就觉得脑海中满满的这种青春回忆就涌上。因为以前不管是什么那个叫什么迎新啊，还是社团活动什么，就会有罗志祥的音乐跟他的舞，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流行，很期待罗志祥七月的演唱会。哎、欸，买票了没？买票了没？已经快要卖光，还是卖光了？哎、欸，大家赶快抢啊！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综艺天后小 S， 这个影片我也是一看再一看，因为他扮这个皇太后，他是整个从头到脚都穿上，整个扮相都扮上了，变成皇太后，然后讲话的那个手指啊什么的都模仿得非常像。但是他遇到一个劲敌是谁？徐老三，他叫徐老三。哎、欸，两个人母女俩呛下真的是很有趣啊。而且有时候徐老三就跟他讲说，就是在顶嘴，然后徐老三就说，我会这样子也是跟你学的，我跟你小时候一样。然后徐师弟还回他说，你跟我小时候不一样，我小时候乖得很的，你是像你爸爸。就是你知道母女俩这个逗趣的对话，肯定能让你现在心情会好转很多，说不定会更嗨更嗨。一起来看这两个很有趣的影片吧。罗志祥空干王重出江湖，苦练英文超市交流匪逗秀。小姐主持，掌掌掌掌！你们感觉自制的？罗主任重出江湖啦！他23号使出浪漫途径，表示之前看到楼外的影片就一直很想拍，而网友立刻 get 到啦，这不就是空干王在线吗？哎，小猪罗志祥也大方承认，是男人就要多练，厉害了吧？先给苦干型罗主任一个 respect， 因为啊，他最近也积极进修英文，一个月背10个单字，我就不信背不起来。Today we are going to go shopping for beverage, dairy, meat, and seafood. Do you like seafood? Seafood? Yashifu? No, Yashifu. No. This is called ai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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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isle. Aisle. The aisle. Ai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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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sle. What do you want to get first? Vegetables or fruit? Fruit. Yeah. What kind of fruit do what you kind like? Beef. Beef is not fruit. Make sure. The salad area? I don't like salad. You don't like vegetables? Don't like vegetables. Why don't you like vegetables? Because I'm when I was a kid in school, everybody, my mother every day for me bend down, go to the school in open hut. That's the way. That's the way. Vegetable no good. My teacher look. Hey, show everybody eat. No, this is no good. Eat. I'm quiet. But my teacher pop put in my heart. So after that, you don't like vegetables. Yeah. So all vegetables you don't like. Yeah. My mother so sweet. My mother. My mother know I don't like vegetables. So your mom found out that you don't like vegetables. But my mother. Vegetable and the food. So she cooked the vegetables and the beef together. So vegetables is good. Yeah. So this is called canned food. ちょっとEnglish. 今ね、中国語喋れないですよね。でも English と日本語 OK だよ。俺中国語喋れない。全然わからない。ほら、俺中国語喋ないじゃん。大丈夫だよ。So here we have fish, octopus, clams. I like ebby.Abby, shrimp. Over there. Okay. Double respect. Wait a minute, I buy beef. Hey, teacher, wow, what is this? 不是买完是马上回去要冰。No, are you speaking Chine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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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下的怎么这么低呀、啊、Oh my god
我只能跟你说，母后说的话一定要记得，做人一定要谦虚，对母亲一定要孝顺，要懂得尊重母亲。OK， 不管我是古装扮相还是时装扮相，我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小提醒，我是说真的，你如果对我态度好一点，我可以帮你拿一些你以后将来用到的东西。你这个，好吧，你要这么硬脾气就硬到底吧。我也不知道你要硬到什么时候，你要当乌龟是不是？背一个硬壳在身上，你不觉得很累吗？很累啊。It's okay， 我已经放开了。反正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 ，I don't care。人家是遗传你的。No， 你小时候非常乖，你是遗传爸爸。I'm sorry， 明明你以后长大会有大鼻头。皇后就先退下了，今晚需要事情。贵位好，贵位好。这位是我的随从人士，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愿皇上别误会。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咯，就是最近人气又在翻涨的王心凌 Cindy Wang， 恭喜你恭喜你。因为之前我去看他那台北跟高雄的演唱会啊，我都觉得这一系列这个爱心凌实在太经典了，里面有超多超多回忆杀的歌，然后又重新编曲，服装也都觉得非常美非常好看，就是一个很值得一看再看的演唱会。但是呢，现在王心凌呢没有办法继续再唱这演唱会，因为台北高雄都唱完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哪里看乘风破浪的姐姐请到了王心凌，而且呢她登场以后唱了一首唱跳了一首爱你，没想到勾起实在太多人的回忆了。而且最近还有人在翻玩，就说如果你现在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 COVID-19，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被改编成这样子，很时事，对不对？肯定是因为这首歌红了多久。如果你在以前听过这首歌，我来告诉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第二张专辑，在哪一年？2004年，她发行的专辑《爱你》收录在里面，所以表示这首歌至今已经有18年，等于是一个人长大成人了，也是《爱你》这首歌已经18年，横跨应该有3个世代了。但是在现在重新翻红，而且红呢不是只有在这个节目上面红，红到各大的影音平台，这首歌的点播又冲到了冠军，真的是太替王心凌开心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准备满满的王心凌金曲串烧，在节目的最后呢给你满满的爱你。好的，也不要忘记哦，记得持续锁定我们的小记者大爆料。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节目的时间有点变动，等到比较稳定我再跟大家讲，但是大家也可以随时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小记者大爆料。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帮我按 like， 然后呢可以帮我分享给别人，或是呢这个复制这个连结传到各大群组里面去。我们每个礼拜呢一定每一个礼拜不是五就是六就是日，一定会有一天帮你整理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娱乐大焦点，可以让你呢不要跟不上流行，跟朋友吃饭总要聊一些娱乐八卦吧，这样要跟上流行，不然人家跟你讲王心凌爱你还想说这首歌不是很久了吗？ No， OK， 我们刚才听听看王心凌的串烧金曲。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我常烦着你。
烦恼统统抛开 ，Say yeah，Say yeah， 乌撒乌撒。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习惯你说说好久不见。